今天一位赌石粉丝想要变现，我这是来收素材了。这个多少收的？这个到手差不多小钱，1500。啊、哦，那还行，这能做两件货。这个就贵一点了。嗯，多少？大千，不知道值不值得呀？这皮革上面裂刀挺多的，这个挺像我上次5000块钱切的啊。不一样啊，总色不一样啊。来，单车变摩托的时刻到了。真的，看这个能不能变。哇，钉子啊！这是最狠的一个，这个让我做点梦啊。真鸟啊！这多少万数？肯定过万了。到手的话，差不多1.5左右了。这个切薄了，可能色就会淡一点，单面达不到。你看看这个属于应该皮盒，应该是属于老货件。然后到手之后的话，你在太阳底下的话。也有色，看得出来。啊，发财了！哎呀，单车变摩托了，来。这个可能是种水好一点。这个放中介的话也不好放，不好放，他们可能看不上这种品质。这种你现在也看不上，哎，那不就真的凉凉了？这个石头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它价值是人赋予的嘛。这就几千块钱，我就看几千。看看这块怎么样？这个种好。对，这个是种最好的一个。这个化冰了，这个有行情啊。你这种要卖的话就不用剥皮了，这个种是最好的。这个有冰了，这个有杠位了，这个有行情，这多少？也是10000多的。我操，老哥有钱啊，老哥。贵了。10000多的话，我会选择买片料。我们做货会比较喜欢片料。这些要卖的话，基本只能出几千，你想回本难，只能止血。但是啊，也是要对眼的。我上次那5000的，我也是拿去放中介啊。本来有个人出了5000，后面人都走了，然后就没再回来嘛。后面我就帮他收了嘛，我自己玩一下，拿来拍视频。然后切没了，我上次看到。切了10几片嘛，但是回不了本。这种石头现在比较少。有搞头，就是裂有点多啊。这个刚到时候，这个就像到时候取出来跟我那5000一样啊。来看看这个，这个我操，这个开窗，这个已经这个是失败的窗，这已经露白了，这已经露白了，跟我那个送的一样啊，也是切开里面都白了，就是有病啊，裂太多不知道做什么、啊。这个好像是一般的，沙那么粗，都是苍蝇刺。这个切出来肯定是粗的，不起货。打灯都会反光的，苍蝇刺。好了，全军覆没。这些你要放的话，放中间可以拿去放。这个我估计太差了，他不要。你可以拿去看一下，但这个是已经没有人听了。这个也没人要，这个也没人要，这个也没人要。这个冰的他们会喜欢。底价放10000的冰吗？看他们去加了，他都不一定出得到你的10000，出不到是吧？啊，看个大的，哇，发财了！这个皮壳估计跟你说的一样，皮粗了。这个肉你看啊，这个是肉，发白，肉都有点粗嘛。糯啊，这个比较白啊，比较糯，这种卖没人要的。凉凉凉凉啊，凉凉凉凉，这也凉啊，就普通料嘛。对，差不多吧。嗯。啊，看到皮变凉了，跟那两个大的有点像。你在哪里买的？某宝。某拼。这个它沙太粗了。就跟那个皮革是一样的，苍蝇刺太明显。对，沙太粗了。水头倒是长啊，沙太粗了，它切出来肉也是粗一点。买的不少啊，你这全部加蛋都拉过来了。差不多了。这个就跟货三捡的一样。这个就是后三两啊，常见的后三两。那你要卖的话，就那几块，我帮你拿去卖。就这几块，你要做货的话，我让你拿到工厂去，带你去工厂。我在想这个东西做货哈，投入就不想再投入了。确实是这样啊。对，想变现啊，可以去尝试去摆一下，摆在这儿吧，慢慢看啊。想不想切两块试一下？这切开也是这样，你看你要切的话，我帮你切。你的录期视频你都不切两块，对不起。没事啊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哎，这皮
皮这么粗，他妈这里面怎么肉化的这么好？有意思啊！肉还是粗一点，皮粗肉也粗，但总化的可以，这种新兵料理。嘿，发财了，大师。发财没有？这块怎么样？哎，不对，这块石头你可以试一下，这块石头有赌性啊。这块石头还有赌，这块石头还有赌性，可以啊，这些石头都不便宜啊。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成交一块嘛，成交一块嘛，意思一下嘛。不是这个领域的。没事，你随便出。大师对我微微一笑，几个意思啊，大师？终于听到凉凉的声音了。没有，不凉不凉，是你们接触到的，就是这一个，其实已经不凉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吃个橘子再走吧。哎呀，哎，别把手扎了，别把手扎了。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你吗？可以吃，原生态，公害，没有打药。三道具掉了，怎么样？有行情没有？你们可能都看不上这种啊，不便宜。你看到啥？这一块能看到啥？你们也不玩这种啊，你们都是买明了啊。这个你们是？这个嘞，也凉了。都是云南过来的。云南土特产啊。这个东西不要去吗？我一个朋友有在云南那边，他们听说是，比如说矿上去拉货哈、哦。拉一整车过来哈、哦一整车可能就比如说几万块或者十几万块，就是直播嘛，直播买嘛，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切嘛，不能切就没卡，切了基本行内的都卖不掉了，对，行内的都卖不掉、只能卖给你们行外的。这些怎么说，有没有人要放在这？你这能卖？我感觉不好买吧啊，是没事，你能看多少？你能看多少？直说都就行，没事。应该也是小万数吧。啊，小万数估计会拉很久吧，没有人会轻易去给。对。对，想出手快点的，可能就，我感觉几千块钱，好出一点啊。对，这些我也不建议你放，浪费时间。对，这些没人要的。啊。那你是要放还是不放？我先看看找找他们吧，因为放的话也只能放个三个，估计这几个他是可以回的。对对对。你是有经常玩这些东西还是？没有，接触不久。啊。接触一个月，买了十几万。啊。低调低调。喜欢可以就是买点。对，小赌一下，小赌怡情，但是赌太多了就伤身了。就行了，我把它收起来吧。啊，这个东西确实是，你们外行人确实是。把握不住的，下次还玩不玩？哎，不玩了。你刚看的都看的东西跟其实跟我那边买的差距不大，只不过问题在于什么呢？就是你们的行家，就是说你们有变现的能力，我们是没有这个变现能力。然后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成品，还是需要额外支付一点开支。要有专业的人嘛，有一个周转的圈子，对。慢点啊，拜拜啊。哎呀，又送走一位大理石翠友啊，又要发财了啊，变现之路就告一个段落啊，拜拜。